在场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节好。相声演员大兵代表湖南孝工厂青年相声俱乐部的所有的演员给全国人民拜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笑口常开。我呀给大家来一段相声啊，湖南的相声。哎，别拽我，有湖南特色。我是演员，演员知道吗？演员。湖南相声，别拽，也得现场安静，安静好听相声啊。哎，大兵，你好，认识看见没有？好，演出呢？对，演出成功啊！哎，好，马上中秋节了，对，中秋快乐，对，阖家团圆，身体健康，啊，就这样啊，再见。搞这么热闹，我可不认识你哦。你拿我打掩护吧？没有。你没买票吧你？谁没买票啊？保安！哎，喊什么保安？我不用买票。哦，我是演员。你是哪个节目演员？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下一个节目？哎，不可能吧？湖南花鼓戏。对，我。花鼓戏演员，你是花鼓戏演员啊？哦，了不起呀！啊，花鼓戏唱好不容易啊！啊，对呀，俗话说得好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请问你是唱哪一功的？我唱十年功的呀。你怎么不唱油漆功啊？那个有唱油漆功的吗？那有唱十年功的吗？不是，你问我唱什么功，我就告诉你。生旦净末丑，请问你唱哪一功？早，我是那个，我是。看错了啊！你是个蛋。你是个鸡。哎，怎么骂人呢啊？你先骂我的，谁是个蛋？你是蛋角。对，蛋角演员，蛋角演员。哎呀，难得啊，今天大过节的来了个湖南花鼓戏的旦角演员，各位，请他带我唱一出湖南花鼓戏，给大家拜个节，好不好？花鼓戏好听啊，热闹。别，那个，对，不是，我不愿意带您唱啊，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没空。那没关系啊，我有空。我没空，你有空有什么用啊？我有空，你肯定有空。不是，我肯定没空。你绝对有空。你怎么知道我有空？保安，我有空。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什么事，我有空。是吧？有空。踏踏实实吧。好吧。带你唱一出。唱一出花鼓戏。你挑戏吧。我挑戏。对呀，我专业演员啊，我会6万多出花鼓戏呢。花鼓戏这么博大精深吗？万一我挑一出你不会，多尴尬，对不对？所以你挑戏，我要去啊，给您留面子。哎，其实我也不用挑了，我就会一出花鼓戏，嗯，刘海砍樵，好戏，内行，喜欢，就是唱不了，为什么呢？这段戏太长了。那没关系，我们掐掉两头，不唱中间。那就别玩了，那就再见了，各位。什么再见呢？掐到两头就唱中间那一折。哪折？鼻骨调。内行，好不好？这段家喻户晓，大伙儿都爱听。就这段了，来啊！可以，马上就开始鼻骨调。鼻骨调，来吧。大腕儿，我们分一下角色吧。这里边还有角色呢。你从没唱过角色吗？你跑龙套的？对，有角色。有角色，唱戏肯定有角色嘛。这段戏里面就这几个角色嘛，大家都知道嘛。就那几个嘛。首先来说，有那个谁嘛，那个胡秀英，嗯，是吧？然后有那个谁嘛，那个白骨精，嗯，然后有那个谁嘛，那个猪八戒，嗯，孙悟空，嗯什么嗯啊？大腕儿。这里头只有两个角色，就两个角色，一个胡秀英，一个孙悟空。孙悟空三打胡秀英，看没？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你也会啊？我告诉你，这里头只有两个人物，一个胡秀英，一个刘海哥。对呀，
对呀，这个戏叫什么？刘海砍樵，怎么能没有刘海呢？对，哪儿来的孙悟空？还猪八戒？神经了吧你？就这两个人物，这俩人物，胡秀英、刘海，怪我。挑一个吧。我就别挑了，我唱的差呀，大家主要听你的呀，我就来刘海哥。你刘海，你来胡秀英，狐狸精。我是狐狸精啊。狐狸精。咱们俩什么关系？两口子。爱情戏。对呀。好，那行，就这么唱了。好，那个我得化化妆啊，因为我演的是狐狸精啊，得妖媚。后面有没有化妆师？对不起，我们的化妆师啊，都回家过节去了。那就没有发唱了，对不起各位，委屈您了。我刚刚自己买了一块桌布，还没用的，麻烦你把脑袋包一下，以示角色区分。我就拿这个把脑袋包一下，对，就区分角色了。委屈您了，不是你们说相声的也太简陋了吧？主要是听就拿这个把脑袋包一下是吗？对对对，哎，没办法，为了大过节的，对，展示一下吧，对。我说大师啊，你什么都可以不要，脸不能不要啊。我不还没搞完呢吗？我这样不就行了吗？对对对。哎，像不像狐狸精？像狼外婆。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这意思啊。来来来吧，来来，我是狐狸精啊，狐狸精啊，我得造个型，我很优美，我很优雅，我看见没有，专业的就是讲究。开始啊。哎，我说大腕啊，哎，您得叫板呐，你不叫板我们怎么开唱啊？这个意思是让我叫板啊？叫板嘛，叫板，你说叫板不完了吗？我以为你让我亲你呢。不是，我没那爱好。叫板，叫板，来说清楚了。叫板我好唱，真是的。叫板，来叫板啊！开始，板。板，板，我板你板呐！哎，是不是你让我叫的板？叫板就是喊板，啊！您这有句台词啊，刘海哥，我见你好有一臂啊，臂作何来呀？你听喏，这是叫板呐！这是叫板吗？啊，这是说词儿啊，还叫板？你说这黑话我哪懂啊？叫板是黑话呀。再说这是老词儿啊。是啊，当然是老词啊。老词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是是。从这儿开始吗？从这儿开始，来来来。刘海哥，我讲你好有一臂啦，臂作何来呀？那你听啊，是这个味道。哒滴哒滴啦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哩哒哩哒啦哒啦来哒啊！哎，啊，刘海哥，我讲你好有一臂啦！刚才没听清楚是怎么的？臂作何来呀？那你听啦。哒滴哒滴啦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啦来哒，刘海哥，我讲你好有一臂啦！你帮我比了三回了啊，这回你一定要帮我比个东西，好不好？臂作何来呀？那你听啦！哒滴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啦来哒，刘海哥。MP3 坏了是吧？
怎么了？过不去了，在这卡住了，还是怎么的？怎么了？怎么了？我给你打完家伙，你要唱啊！哦，下边还有词呢。废话，你平时演这个戏演到这里就下去领工资了啊？哦，那没有，下面有词，有词。当然了，我打完家伙，你得有句唱啊。我这里江海国，好友一表。好。哎，别鼓掌。这句是你唱的啊？那谁唱的？你唱的。我唱的。对，那你唱什么呀？你不是不会吗？我说不会了吗？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你就唱了，好尴尬呢。我唱唱什么显能耐？我怎么能不会老词儿？我能不会吗？是多不要脸，告诉他就是老词。我唱，听好了。会唱啊。我这里江海国，好友一表。福大姐，福大姐，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了，看见没有？福大姐，保安，哎。有意思吗？老喊保安，你看喊胡大姐她不答应，喊保安她才答应。嗯，不，你到底要干嘛？我喊你，你要答应呢。哦，胡大姐是喊我的呀。废话，你就是胡大姐呀。哦，对，你胡大姐喊我，我应该答应。对呀，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答应？为什么呢？你是谁？我刘海哥。我呢？胡大姐。咱们俩什么关系？两口子。你对你老婆有那么凶的吗？胡大姐，我欠你的。你找我是恋爱的，你找我又不是要债的，温柔一点会不会？啊，把当年初恋般的甜蜜找一找。你谈过恋爱没有？恋爱谁没谈过？我时间太久了，忘记了。忘记了没关系，来，各位，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大兵老师，找一找当年初恋的感觉。来来来，温柔一点，哎，温柔的喊我，我能不答应你吗？找找啊，胡大姐，你是来偷情的吧？你怎么看出来了？温柔不代表猥琐。我很猥琐吗？大方一点，大大方方的来，好吗？我大方。来来来来，胡大姐，再温柔一点。胡大姐，再大方一点。哎，哎呀，胡大姐，你这么喊我，我能不答应你吗？哎，我的妻呀，啊，你把我逼做什么人呢？我这里江海国，好友一表。胡大姐，哎，我的妻呀，啊，你把我逼做什么人呢？我这里江海国，好友一表。你歇会儿吧。各位听出来没有？照这样搞下去，今天晚上是搞不完的。我说大腕啊，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今天你要是把下一句唱出来了，我们就让你回去过节去。你要是唱不出来着，把那个门给我堵住啊，我们瓮中捉鳖，我要把他抓到派出所去，让他在派出所里头过节，好不好？来啊，往下唱啊。你把我逼做什么人哦？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你问的是你把我比作什么人？来，那我打你肯定是我把你啊。哎，对，你猜对了，前面三个字确实是我把你。真对了。你来往下猜。你快点啊。你门堵住。你保安。你从哪里来？我的刘海，我好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的胸怀。虽然你是个人，我是只狐狸，但是我愿意和你不离不弃。哎呀，去